大家好，我是包明。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中国外交部门揭露美国一边合作一边捅刀子。近期啊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反复的宣称自己即将访华，为了能够成行呢，他在努力的制造舆论，强调此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，甚至还自称呢美国政府愿意为中国的疫情提供帮助。但是就在他启程之前，美国国会两院高票通过了二零二三年国防授权法案。 并经美国总统的签署，正式成为法律。这个法案在台湾问题上严重的开了历史倒车。中国外交部门负责人表示啊，美国不能在寻求对话的同时进行遏制，不能在讨论合作的时候捅刀子。特别是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采取的切香肠的战术，这可能导致中美之间的正面冲突。中方的表态啊，深刻的揭露了美国在处理对外关系当中的一个顽固不化的恶疾，无论合作还是对抗。 都是为了削弱他人，不仅仅削弱对手，也削弱自己的伙伴。这一点在近期的乌克兰冲突中表现的最为明显。美国一方面发起全球性的制裁来遏制和打击俄罗斯，另一方面又悍然提出不惜把欧洲作为代价。欧洲国家是美国的经济盟友和军事同盟呢、啊，和美国有着深厚的文明的传承关系和亲缘关系，但是美国依然毫不犹豫，一刀接一刀地捅在欧洲身上。 至于在和中国交往的时候，一边推动经贸关系，一边布设间谍网、扶持颠覆组织，更是锲而不舍、落死不疲。美国的做法似乎让人感到不符合逻辑。美国最大的国家利益是只有美国处在发达和繁荣的状态下，其他国家最好不要工业化、现代化，更不要发展独立自主的高技术。花园别墅、房车旅游、海滩度假，这一些只有美国人有资格享受。 对中国这种谋求战略自主和高技术自主的大国，又在国际供应链中占据了决定性的地位，美国没有办法不考虑合作的问题。但合作是委身于美国之下的有限的合作。既然把中国定位为竞争对手，那颠覆你、搞垮你，没商量。中国外交负责人的揭露和批驳啊，符合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指导原则，也符合人类的正义和公理。但是在美国就起不到什么作用。 既然同美国讲道理是与虎谋皮，那就只有杀虎剥皮了。一方面，我们需要守好自己的国家安全，让美国的刀子捅不进来。在信息安全、金融安全、能源安全、政治安全等诸多方面，中国已经建立起了有效的防范机制。美国能下手的地方越来越少了。现在唯一可能被利用的就是台湾了。另一方面呢，进攻是最好的防御，该走出去的就一定要走出去。 特别是在世界范围内对美元霸权的破除是非常重要的一环，不但有利于反击美国的遏制，对中国、对经贸合作国家也是有好处的。这不仅仅是个阻止美国吸血的问题，还可以切断美国的长臂管辖。美国司法部啊，经常调查其他国家政府官员和企业的高管的所谓腐败问题，比如巴西国有石油公司在巴西行贿，俄罗斯移动电信公共股份公司。 在乌兹别克斯坦行贿等等，美国司法部怎么把反腐的管辖权延伸到其他国家去了呢？美方的理由是，这些行贿过程中使用的美元经过了美国的银行，所以美国就拥有了管辖权。实际上，美国的这些所谓的反腐都是为美国企业利益服务的，是美国的企业先要争抢订单，或者是低价收购外国的企业，对方不从，再动用美国司法机器。 中国华为公司的高管被美国唆使加拿大政府绑架，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。对于喜欢捅刀子的美国，只有坚决反击，才能让他感到切肤之痛，有所收敛。就像越战当中，中国警告美军的轰炸不准越过北纬十七度线一样，因为在朝鲜战场上吃了亏，被打服了，得了教训，美军就真的一架飞机、一颗炸弹也不敢越过这条红线。今天的美国啊。 恐怕需要受到类似的教训、啊，好，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。